我知道，老太太争房子，其实不是为了她自己，是为了你。我现在把房子还给你们，这样的话，你跟你的孩子就有保障。长儿，你怎么突然又变得这么好心了？我不想看到阳光那么痛。你们别逼他了，现在我把房子还给你们，官司我也不打了。瞭望现在也不是我的律师了，我只希望你们能够让阳光跟瞭望在一起。30年了。就给孩子一点阳光吧，好吗？你30年没要他，你现在知道心疼儿子了？我到底要不要他？我想你心里应该最清楚了。我是清楚，可是之后你又结婚，又再生了孩子，难道是我们逼的你吗？你考虑过光光吗？你是不是认为我妈一直对房子不松口，是因为我想要这个房子？那你图什么？我图什么？我图的是，阳光是我的亲侄子。我图的是，我把他从你手里救下他的那一晚，他在我怀里整整哭了一晚上。孩子是你放弃的，你舍得他，我不舍得。慧清，我知道，你为了阳光受了很多的苦，现在房子还给你也是应该的。阳光妈，我是个没出息的女人，从小没读过什么书，被老公遗弃，寄人篱下，一直住在哥哥家里。我一辈子除了洗衣做饭，我什么都不会。但是我懂一个道理，人活着要懂得感恩。我妈很年轻就守寡了，把我和哥拉扯大不容易。我要孝顺他，我哥对我好，对他的孩子，我得把他拿自己的亲孩子一样对待，甚至更好。现在我哥没了，光光也长大了，我只有这一个妈，只要他高兴，我怎么顺着他都行。要是有一天我妈也不在了，这城里我一刻都不想待。你放心，这房子我一寸都不会要的。至于阳光，怎么着他是你儿子，我不会霸着他，不让他认这个妈。我再说一句，你也别恨我妈妈，30年了，你没跟阳光生活在一起，一听她受了委屈，你就心疼她，来找我们算账。那是，你想过我妈吗？我妈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，她要是觉得我哥受了委屈，她应该怎么办？人呢，都不容易。互相谅解一下吧。
谢谢你了。哎呀，你不用跟我说这些，应该的啊。找到阳光了吗？一直也没接电话，我女儿也联系不上，真是气死了。没事的，我觉得阳光肯定是在录节目，不方便接电话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医生跟我说啊，老太太已经暂时脱离危险了，但是还是建议要做手术。这样吧，一会儿阳光来了，你们商量一下好吗？ 老太太一直都说没事，没事。慧清，这些年来，你对老太太也是尽心尽力的，而且你也是这个家里最辛苦的那个人，你不用自责了啊。快进去吧，我就不进了，我怕老太太见了我激动。啊，快去吧。嗯，谢谢。快去吧，没事。 那个东西都检查好，你别落下啊！放心吧，导演。哎呀，顾老的儿子，明天一早就到了，他回来以后，后面的事情就由他牵头来做吧。你们也可以歇歇了。哎呀，不敢歇呀，大事是安排完了，细碎的小事还多着呢。嗯，几位老人家辛苦了。我们是不累，上午啊跑腿的事情都他们年轻人干的，他们才干好好歇歇了。没事没事，这几位要是真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得先回去了。 老板虽然批了半天的假，但是上午的工作完不成，到头来还是我们自己的。行，赶紧去忙。哎，好，辛苦了啊！先走了啊。嗯，好，先走了。好，慢点啊。看他们小年轻也挺不容易的啊。嗯，是，每天加班到天黑，一点都不敢松懈啊，还供着房呢。嗯，就是，我们以前就是太不体谅他们了哦。看来啊，以后我们小区啊，还真得装个电梯。嗯，对对对，这个电梯啊，装，反正也没几个钱，我们又不是拿不出来，跟他们计较啥呀？装的好，装的方便。那小杨，张主任，我们先走了啊。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哎呀，阳光老师，这次真的是辛苦你了，多亏了您啊。
会这么严重？原来检查就有冠心病，不过大夫说问题不大，他也一直在坚持服药，没想到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，我们也都没有察觉。是我不好，是我疏忽了。你工作那么忙，不能怪你，要怪也只能怪我。我天天在他身边，我都没看好他。姑姑，你别这么说，你是咱们家里面付出最多的那个。哦，今天幸好你妈帮着叫了救护车，安排你奶奶住的医院。哎呀，老太太一犯病，我一个人也弄不了她，是你妈妈强行让老太太上了救护车。啊，幸亏送的及时，要不然大夫说再晚事儿就危险了。你是说他上咱们家去了？回去来了来了。阳光来看你了，你来了，光光。哎呀，别担心，奶奶离死还远着呢。奶奶，你不舒服，怎么之前不跟我们说？哎呦，不就是心口疼吗？老毛病，用不着说。你爸和你姑小的时候我就疼过，那个时候谁敢想上医院的事儿啊？就这么扛着，也就扛到这个岁数了。回去啊。嗯。张文走了。走了。得。临了了，又欠他个人情。我不想欠。妈，今天多亏了他。光光，你妈今天来，就是不想让我管你和廖姑娘的事儿。我猜对了吧？这就是你妈给你准备的媳妇儿。奶奶，你好好养病啊，咱们不说这个。对了，晶晶呢？去哪儿了？哎呦，这丫头，我打她无数个电话，不是不回，就是没信号。这疯丫头，天天都不知道疯哪儿去。由他去吧，都忙吧，没事儿的。接电话。没事儿的。嗯。我是晶晶，出事了，我们的车翻了，爷爷奶奶他们都受伤了，老兄他现在在重症监护室里面，哥你快点过来帮帮我，哥你过来帮帮我。姑姑，我台里面有点事儿，赶紧忙去吧啊，路上小心点啊。快去。